开经偈，无常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OK，今日嘅 class 咧可能有少少艱難 ，OK， 所以我慢啲啊，慢啲啊，慢啲你唔明白舉手之嘛，嚇，OK 啊，OK， 今日我哋講嘅嗰個 concept 咧，嗰個概念啊，佢比較少少複雜啦，但係我盡量解釋到好容易明白嗰啲嚇，OK 啊，我哋重複翻少少一直以嚟發生咩事啦。这个法会呢开始就是因为须菩提有一天呢他们托完钵回来吃完饭看到那个佛陀，他觉得那个佛真的自在的，真的清静，所以他很羡慕，他就问佛，佛你究竟是不是怎样降服一个人的心，好像你这样降服一个人的心，还有我们的心应该怎样住在哪里。 Sorry. Hey, yes. 降服是什么？ How to tame the mindOkay, and also how to dwell your mind. You know, how to dwell your mind, because your mind become very free. 你的心应该住在哪里？所以他就问佛咯。佛讲是不是？如果你要降服你的心，你要听你的 mind， 第一件事你一定要斩了你的四相，就是为之我想、人想、众生想，是不是？受者。Okay?四个相，其实我们拿了两个小时来解释的，我们浓缩来短来讲，即是什么相我们拿着呢？我就是我咯，你知道我们自己变得很自私，那就是我相咯。人相呢就是我们很多高低人啊，爱高啊，对啊，爱啱啊，不爱低啊，不爱差啊，不爱慢啊，这个就是叫人相，有很多分别心。 OK， 众生相就是因为我们常觉得我们不及，我们很喜欢啊，搞些东西啊，不搞啲嘢係咪唔夠好啊？我哋要搞翻學啊，做博士啊，攞 degree 啊，跟住啊最好啊結婚生仔啊，成家人齊齊整整啊，跟住啊有事業啊，坐大屋大車，呢啲係搞嘅眾生咯、啊。所以呢個眾生就因為咪佛講我哋入邊啊，唔覺得我哋唔夠好啊，所以我哋去搞好多嘢。所以呢個係眾生咯、啊。受者咧就係、是。我哋成日有一个开始到一个尾，我哋人系咪一定要有一个开始一个尾？跟住系咪喺呢段时间入边系咪？我哋一直睇住嗰个成绩度，我哋冇注重到嗰个旅程噶。我哋要得到乜嘢嘅啫？最尾，好似我哋细路哥考试，最紧要有几多个 A？ 入咩学啊？入九个 A 最靓啊！入咩大学啊？读到咩书攞咩咸头？我哋冇中間啊！你學到乜嘢啊？冇嘅喎，所以呢個我哋叫受者相啦。我哋好中意嘅相就係由呢度開始到尾啦。啊，呢個成段嘢係一個受者嘛，時間嚟噶嘛。頂個相就係係咪話我哋做到啲乜嘢 ，achieve 到啲乜嘢？所以呢四個相啊，如果我哋可以斬除啦，破咗呢個相啦，個佛同我哋講，我哋咁樣就可以降服到我哋嗰隻心啊。聽到你的 mind 落嚟，就會可以清靜，可以自在，跟住就100%無苦。OK， 呢個就喺我哋嘅四相。So 佛就講啦，如果你降服你嘅心咧，你就一定係冇咗呢個四相。跟住我點樣住咧？佢講啊，逢親啊，你做親嘅一切嘅嘢喺人間啦，喺世間啦嚇，你付出就叫做布施噶啦。我哋翻嚟呢處唔係還債，就係報恩。所以當我哋付出嘅時候，佢講最緊要你唔好住住個相，你真係付出就付出，唔好諗住有呢扎嘢啊！我好偉大啊！我係特別好啲啊！我定係我搞好多嘢嚟付出啊！我定係啊，付出咗之後，我覺得係咪我做到幾多嘢？所以呢一個係咪就係佢同我哋講，當我哋布施嘅時候，係咪我哋做人啦、啊？我哋唔好住嗰個相，咁樣咧，我哋嘅福德就好犀利。他说我们的福德是计不到的，因为你不住相。跟着他就问须菩提，为什么不住相这么重要呢？他跟须菩提说，你看到我吗？你看到我的身相吗？如果你看如来，你是不是看身相？当然不是了。因为为什么？凡一切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他就跟须菩提说，如果你看到如来，是不是你一定要灭晒那些相？即好像我们说、有钱就会很开心，他叫你飞去，飞了去，非有钱就很开心，不是有钱就很开心。
你知道你一直去反，你知道你一直去反下嗰啲相我哋揸住嘅。其实点解我哋可以反晒呢啲相嘅咧？因为系咪呢个宇宙系空性嘅，系任我哋点样睇嘛？你记得《心经》讲，所以《金刚经》同《心经》系咪系息息相关嘅？点解系息息相关？因为个佛讲紧个真相嘅，系用唔同嘅角度嚟讲嘅啫。所以讲凡一切相啊，皆是虚妄。跟住今日咧，我哋到去第六品啦。OK， 嗰个系到第五品。跟住呢个第六品开始咧 ，OK， 又有嘢讲噶咯佛。OK， 所以我哋未入去解释嘅时候，我哋念一轮好冇？可以哦。OK， 《金刚经》第六品，正信稀有分，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果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将句，生实信否？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又持戒修福者，于此将句，能生信心，依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而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将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福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障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依是而故，如来常说：你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如者，法想应舍，何况非法 ？OK， thank you。第一段咧，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果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将句，生实信否？如果嗰个经啊，拉面一个不系咪？你读否啊 ？OK， so 须菩提其实问佛咯，佢讲话果其实系有少少啊，有少少偏向少少咁嘅意思啦吓，即系会唔会有少少众生啊？听咗呢句话啊，呢句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呢句话系咪？你话有冇众生听咗系咪会信咧？会唔会信咧？系即咁去怀疑你知冇 ？So 跟住佛就同须菩提讲啦：莫作是说，唔好咁讲，系嘛？唔好咁讲。如来灭后，当个佛死咗之后，即系讲个佛涅槃啊，我哋叫佛系涅槃啦。大和尚就叫圆寂，圆寂，我哋人就叫往生，所以佛咧就叫涅槃。OK， 当佛涅槃之后，后五百岁、五百年入边系咪？又持戒修福者，于此将句能生信心。又持戒同埋修福德嘅人，佢会睇到呢个将句啊，就系呢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能够生信心，以此为实，会嘅，佢讲会有嘅 ，OK。跟住佢话，当知是人，我哋要知道呢个人其实咧，佢好犀利咗噶啦，佢个 parami 即系讲修过嘅基础啊，即系好多好多细修过噶啦。当知是人啊，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嘅用，唔喺一个佛入边去种善根用，佢可能系四五个佛入边系咪之前啊？去種住嚟咗嘅啦，所以佢今日聽到呢句話，佢可以相信。所以我咪講咯，你見到我舊年，咦，我聽咗 OK 嘅，哇，我拍手噶啦。因為點解？你哋唔係今世修噶啦，坐得喺呢度聽嘅咧，唔係今世修噶啦。
你已經曾經修改。如果唔係咧，你唔會聽得到嘅。佢係咁犀利嘅經程。OK， 所以佢講，佢喺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二眾善根啊，依於無量千萬佛所眾諸善根啊。可能佢係無量千萬佛以前係咪種住你嘅呢啲夢 ？Because it's not easy to 遇到嘅。OK， 問是將句啊，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問啊，問之時講聽到同埋明白呢個章句，你就會生淨信者，即係咩意思咧？係100%相信。我哋在座可能未到100%啊，不過都可以接受，都算好好叻噶啦。100%相信。OK，for example， 好似我哋人士啦，我哋而家人老咗啦，而家你諗翻你以前。你真的可以接受的，以前多開心啊，初戀、哦、結婚生仔開心啊，你看一下轉一下眼又是過了，煙消雲散，都是相來的嘛，所以是不是凡一切相皆是虛妄的？所以我們反省一下，再想一想這句話是真的、哦、曾經我們的子女多得意啊，小小時候多聽話多痴心啊，現在不見了好，你是想起哇，是咯，曾經我就是咯，曾經咯，所以你會發覺咦，夜真的要過的，所以這些相是不是我們還是捉住啊，我們就很苦、啊、因為很多東西會變，因為那個相是假的，所以我們再聽到這句話，問是將句，聽到這個將句，我們會想一想都覺得是真的。但是呢，佛說啊，有一些人啊，乃至一念啊，一念即是点啊？佢听到之后，佢晴天霹雳啊！边个？慧能，你记得慧能冇？慧能啊，啊，慧能，慧能祖师啊，六祖写六祖坛经嗰个，佢担柴嘅啫，你知冇？佢唔识字嘅，佢有一日担柴去到一个地方，听到一个人喺度念紧《金刚经》，佢听到呢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哇！佢成個人係咪？你知唔知佢晴天霹靂冇？砰！佢傻咗咯，跟住從此以後係咪就斷定咗佢係六祖啦 ？Immediately 佢醒，佢就開始揾呢個《金剛經》係咩嚟，所以佢就去到嗰個山係咪拜五祖師傅咯？就是那句話開始的，所以是不是《金剛經》好像在說他的乃至一念啊，生淨信者。OK， 所以那個佛跟衰菩提說，有的，有這樣的人的。OK， so even though我死了500年後，是不是你會找到很多的人的？雖然現在佛死了2500年，所以我們雖然也都沒有淨信咯，那我們都有些信啦。OK 啦，你真的審為輕有的，審為輕有。OK， 所以說衰菩提，如來識知識見，如來是不是識知識全、啊、全知全見，去看到 everything， 去看完了，是諸眾生得是無量福德，何以故？他說為什麼有這些這樣的人，一聽到就已經哇醒了，我還是再聽兩下真的可以很相信。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福德很厲害。所以他說何以故？他說為什麼這些眾生他們的福德又會這麼厲害呢？ OK， 繼續啊，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受者相。因為這些眾生聽到晴天霹靂，我聽到很多淨信，他們無復啊，無復 means 他們不再啊捉住，不再捉住我相、人相、眾生相和受者相，他們沒有這些這樣的相。 OK， 不執著這些相，所以這個眾生 that means 他不捉住這四個相，所以他的福德很厲害。你記得上一期我們也有說，如果是不是我們做布施啦、僧人啦，我們不捉住這些相，不住在那個相，是不是那個福德啊就好像虛空那麼多，虛空那麼多。所以現在他都是 repeat， 他跟你說這個人福德那麼多，就是因為他不捉住我相、人相、眾生相和受者相。
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OK， 這個新的東西了，法相和非法相。這個眾生如果他不捉住那個相，說真的，還有這些法相和非法相，他會很容易看到一切都是假的。我們為什麼有我，就是因為有很多相，那個相造成一個我出來，所以當這些相相爆炸之後，你發覺真的沒有東西是捉得住的，沒有東西是真的。原來一切的東西都是顛倒夢想，是假的。所以當你一看到這裡的時候，你就已經是醒了，你的福德很厲害。 OK， so 他說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OK， 什麼叫法相？法相就在這裡了。法相是不是 That means follow samsaric law， 就是法相。 For example， 因果 karma conditioning， 因緣和合。 karma and conditioning 是什麼？是我們的 samsara 的 law， 這裡的 law。 OK， rebirth 輪迴，投胎輪迴，前世今生， all your past and present lives， 和你的冤親債主，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 samsara 的 law。 你記得去年我們有說過，我們走下來這個夢幻效應我們在這樹是不是我們有很多個法則我們一定要跟的，你知道嗎？就好像因果咯，就好像 conditioning 咯，這些因果這些你不跟是不是你就受傷了。如果你做好你當然拿到好的嘛，這個就是這個三個世界的 law 來的，你一定要跟。如果你不跟是不是得你落地獄啊，做鬼啊，或者是做 animal 啊， because 我們不跟嘛，你 break the law 嘛。但如果我 follow the law 是不是，我做天人的，你又可以做天人，又可以做幾多幾多天界裡面都很多層的嘛。這個就是你就有我們的投胎輪迴是不是，就是我們的成績單，就是這個三個世界，這一堆東西就是叫做世間法。 OK， so 還有什麼呢？無我 non-self，無常 impermanence， 苦海 suffering。 OK， 這些都是的，在這個三個世界是不是這些是 law 來的，你搞出什麼你要知道這裡是無我和無常。 OK， so 如果我跟著這個無常的 law 版，我不同玩法，我知道怎樣要捉住那些東西，我捉住那些東西是不是我是等著苦海的，因為為什麼？因為是無常的嘛，是不是是無我的嘛。OK， 呢啲就係世間嘅法則，所以叫做法相。如果你順住呢個世間法係咪，你咧就會做好人，啱冇？因為你聽話嘛，你跟住嘛，你唔會 break the law 嘛。所以係咪？當你順住嗰個法則係咪？中國歷史啊，中國嗰啲文化都已經教我哋噶啦。當你順住法則。華語呢就叫道， Tao， the Tao， Tao is the working of nature law， Tao。 德呢就是你的品行品德，當你順著法則是不是做人做個品德，你就是叫做有道德。一個有道德的人呢，就是跟著那個法則玩這個遊戲。所以一個道德的人往往會是一個好人，他多數會上天做人。 OK， 我 share 一個小小的自己的東西給你聽，這個道德是不是如果我們順著那個法則是不是我們是一個很有道德的人之後是不是我們人舒服很多的，你人舒服很多的。如果你不順著那個道德是不是你的人是不是就有很多問題的。好似 for example 我哋唔可以講到咁遠啊！我哋講係咪順住我哋世界嘅法則，就好似地心吸力。啲字句又講地心吸力，你上樓梯辛苦啊，落樓梯辛苦。上樓梯啊？點解？因為你逆嘛，逆嗰個世間法嘛，你逆嗰個 gravity 嘛。OK， 如果你順住咧，係好舒服，就係咁樣嘅樣咯。我哋做人啦。所以夜晚黑你瞓覺係咪？人哋瞓覺，朝頭早做工，你掉翻轉嚟睇下，你唔可以順嗰個世間法，你唔可以順住嗰個 nature law 啊，你又係病痛啦。
你知道，所以佢系佢系非法嘅意思，所以佢叫做非法。OK， 当你冇道德啊，你唔顺住啊个法则系咪个品德啊，你就叫非法上坏世间法，你同佢斗过，你同呢个法则斗过，你做啲咩咧？打家劫舍啊，偷呃拐骗啊，走私贩毒啊，好食烂飞啊，嗱呢扎啦，就系、是、叫做非法上坏世间法。阿达玛，阿达玛，呀，阿达玛 ，that means opposite of 达玛。冇达玛。啊，冇达玛啊，系冇达玛，佢唔跟嗰个法上，佢唔信嘅，佢唔 believe 嘅。OK， 法上同非法上嘅分别就系、是、法上咧，你系顺住个世间法做人。OK， 跟住 because of this， 你嘅成绩单你就考到好靓啦 ，A 加加啦，你就上去做天人啦，好多福德啊，有钱啊，矜贵啊，你人好富贵啊，好安乐啊，因为你好快咧玩呢场呢个游戏啊，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你唔听讲系咪？嚟啊，你就做呢啲非法嘅嘢咯，做啲坏世间嘅嘢咯。所以大佛系咪？呢两个法啊，都唔系佛讲嘅啫。呢个系讲俾你听有咁嘅嘢啫。佛唔会讲呢啲嘢。讲真啊，法相啊 ，you don't need a 佛 to tell you， 一个现人都可以睇到啦。我哋慢慢慢慢食到老啲老啲都知啦。我都唔使个佛讲你。所以呢扎嘢唔系佛讲，系佛 highlight 俾你听啫。你如果玩这个 game 是不是有这一堆啰啫，是这么多。OK， so 跟住啊，我们再讲下去。所以佛讲这些众生，他们不会捉住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受者相，更加是不是亦都是不是没有法相，亦都没有非法相。这里很艰难搞，为什么没有法相呢？这些人跟住法相嘅人，佢哋有交到好好嘅成績單咧。其實咧唔係唔好，好好行好行少好多冤枉路。哦、我哋唔會傻傻咁咯。我明知係無常啊，仲喺捉實實；明知係無我咧，仲喺度插手插手插手。所以我哋自己好傷咯。所以當你一知道咗個法則嘅嗰個規則之後咧，你識得點樣玩，你就行少好多冤枉路。咁樣咧就代表你嘅苦少啲，但唔代表冇苦，你都係苦，因為你好叻玩呢個 game 啫，你仲喺個 game 入邊，你仲喺度發緊夢，你知唔知啊？你仲喺度發緊夢啊，因為呢個夢嚟嘅啫嘛，你喺入邊你好快拉玩嘅 ，so 唔代表啊你會冇苦啊 ，OK？ 因為捉住法相嘅人啊，仲係有四相。陣間我哋慢慢一隻一隻睇，點解呢啲法相你仲有四相？到呢度大家明白冇 ？Of course， 你唔知道點解呢個人唔捉住個法相啊 ？OK， 我哋再講落去。何以故？點解咧？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受者。佢講啊。这个众生是不是他的福德很犀利，因为他不揸住个四相，亦都没有法相和没有非法相，所以为什么他福德很犀利，所以他很容易听到那个法，而且一看就知道很多东西是假的，他很容易醒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生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这段是不是那个佛讲的什么？如果一个人是不是做咩喺咁中意睇嘢啊？咪攞个相嚟睇嘢，系因为佢拉尾啊，捉住呢四个相。一个有呢四个相嘅人，佢个心一睇嘢啊，其实有相啦。你明我讲咩冇？佢因为佢有嗰个我相啊、人相啊、众生相啊、受者相，佢捉住呢个相系咪？所以佢去到边度同人哋做咩嘢系咪？系睇人哋啲嘢啦。因为佢好自然啊，所以个佛讲咯。捉住咗呢个四个相，你做咩？你 gauge 咩？你 judge 咩？你都系攞个相嚟套落人哋嗰度。OK， 如果我哋冇咗呢个四个相啦，
我哋唔會睇嘢攞相嚟睇嘅，幾難相信。我哋散步，我哋講一樣啊，冇咗受者相，你冇咗睇原質嘅相，你就好好。你冇受者相啊，我睇嘢我唔睇原質嘅，你俾一袋曬俾我，喂，我有得嘢學，我就去做噶。我哋咧有女先幾耐嚇啊？有咩著數？我哋唔會諗到嗰樣嘢係咪？我學到啲乜嘢？誒唔好講酬勞先，最緊要我學到嘢冇？有冇咁嘅人啊？好似笑啲喎，真係苦笑啊！所以我哋一定我講係咩嘢咩質素先，我做咁嘅嘢。所以我哋而家就係講，誒、哎、你冇有受者相係咪？你冇諗呢啲嘢嘅喎。我做咗，我學到乜嘢 ？OK， 從此之後我咪更加有智慧先。咁嗰個人咧就冇咗受者相啦 ，OK， 冇咗眾生相，冇咗眾生相又點咧？因為我哋成日覺得我哋唔夠好嘅啫，所以冇眾生相嘅人，佢唔會搞咁多嘢噶咯喎，佢唔會買大屋大車啦嚇，跟住結婚生仔啊，搞好多嘢係咪？俾人睇到我哋唔錯，幾好咁啊！你知唔知？你唔會做呢啲嘢咯，跟住因為你冇眾生相係咪？你都唔會睇人哋啲嘢。OK， 跟住你冇咗人相，你冇咗高低對錯嘛？高低仲容易睇咯呢個。OK， 所以你唔會介意係咪？你自己係高還低，對還是錯，你自己都冇咗嗰個相，你睇人哋亦都冇嗰個相。And finally， 你冇咗嗰個我相，冇咗個我相係咪？你更加唔會去睇嘢，站在你自己嘅立場睇嘢。很多人就是因為跟人家拗撬，因為我們只看到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感受，所以你不明白去想什麼，所以我們一直一直說。其實當你沒有了我相的時候，你經常在找著那個中道，你記得我們說中道，你找得中道多的時候，你很 lateral， 你的我自然不見了，因為你已經不再注意你自己在想什麼，你認為是怎樣，不要了。所以變咗，如果一個冇開四相嘅人，佢好自然啊，佢唔會去睇嘢啊，用呢個相嚟套曬你啲嘢。所以呢個人點解佢個福德咁好呢？就係因為佢冇咗四相，佢個心啊唔會生出咁多相嚟，唔清淨咗，你唔自在咗，因為好多相啊。頂啊，佢講啊，視諸眾生啊，如果你攞心嚟取相咧，就係因為我哋拉未套住嗰四個相。Next。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但系呢个人如果佢有法相，等于佢仲系揸住呢四个相。点解咧？我哋一隻一隻去解引。啊 ，OK， 世间法 ，samsaric phenomena， 我哋嘅世间法咧，正话呢集。原来系咪有捉住世间法嘅人啊？即系讲你好叻玩呢场游戏啦 ，and in fact 出边好多。師傅啊，好多啊宗教嘅聖德啊，都教我哋呢啲嘅 ，OK？ 但係呢啲係咪就係世間法嚟嘅咧 ？OK？ 好少法師喺出邊講出世間法，比較少 ，OK？ 所以嗱，世間法啊 ，OK？ For example， 因果同埋因緣和合，因果同因緣和合係有咩咧？我上有冇？因為有因果嘛，所以有因緣和合，有卡媽嘛，所以我一定會點樣呢？我一定會做一個好人，啱冇先？因為我驚因果嘛。你知道嗰個 game 係有做好嘅嘢，你就有好報；做壞咧，你就有壞嘅報。所以你變咗，你會小心你嘅所做嘅嘢。所以呢個就係因果啦。所以變咗我，你會點樣？第一，我一定有我相嘅，因為。那個因果令到我要想到我要做 good karma， 我要 good karma， 所以我有惡相。人相是不是我要 good， 我不要 bad， 有高低。眾生呢就是我是不及的了， OK， 我是不夠好了，所以呢我一定要去做一個好人，是不是我要去做好人，因為因果做好人得好報。受者呢，我要做好人，因為我會攞到好好嘅成績。So even 到話，你 practice 緊 karma，
你都是世间法入面都有四常。Meaning, 你很叻玩这个游戏，但是你还不可以自在，因为你还有四常。所以世间法是不是说真的不是佛法，世间法不是佛法，佛说的法意思是说不是佛说的法，它是这个娑婆世界的法则，投胎轮回前世今生冤亲债主，投胎轮回就是成绩单咯，前世今生就是我们的past life, present life, 都是因为我们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的成绩单的结果来的嘛。OK? 冤亲债主又打到人家啊，人家又打咬我们啊，所以我们自己的恩恩怨怨啊，通通这些是不是都是世间法里面的。所以我们学什么？学念经忏悔。是吧？对咯，因为不是只去找我报仇啊，怕我啊，即是现在是说很多病痛都是冤亲债主咯，是跟住我哋搞放生，我哋求菩萨保佑，啱冇 ？OK， 呢个就系世间法。OK， 呢个世间法有唔有四相啊？当然有。点解呢？因为当我惊冤亲债主，惊投胎轮回，担心我个前世今生嘅时候，我一定系有嗰个担心啊！我有 bad thing happen to me。但我逼下嘛，哦，是我的冤亲债主来找我攞债，所以我怕报仇，怕灾难，我一定有妄想。跟住呢亦都有高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债主，我欠债。如果我帮人家讨的时候，我是债主，你欠我债，很多高低的，是谁对不住谁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是吧？跟住还有一个在众生上。眾生相是怎樣呢？我就是覺得我自己不夠好，所以呢我一定要求，一定要拜，一定要求菩薩保佑，對嗎？我不夠好嘛， So I need somebody to help me， 對嗎？我快點去學，快點 去修行。受者相呢，就是我在這個冤親債主啊、前世今生裡面，我是一段一段這樣的輪迴，是吧？每一個輪迴我想念了我的債啊，所以我沒有那麼多災難，對嗎？所以變成我們兜兜轉轉，你發覺沒有，我們做很多佛事，是不是都是世間法？是這樣的。世間法即是說它不是佛法來的，我們是學著怎樣玩厲害一點而已，那個遊戲。 But we are still in the dream， 我們還是發夢。 OK， 還有一個就是無我無常與苦海。无我无常苦海真是这个世间的法则来的，这个娑婆世界的法则来的。所以为了知道是有无我，又有无常，哎呦这么多苦在外面，跟着很多人做什么？出家入空门，对吗？出家入空门，远离尘世。有没有四相啊？这个很多天，为什么呢？第一，我要入空门， OK，我要去修行，要去远离这个尘世，因为我不爱这个苦，因为我爱的。OK， 跟住人相呢，我有世间，有空门，有出家，我有在家，有出家，所以我有分别的，我要在这里，快点走来这里。所以你是有了人相，高低有 difference。跟住众生相呢，我成日觉得我不及，所以我一定要去修行，要 purify， 要清净自己，因为我不够清净，所以有不高不低啊，不可能发生在这个人身上，因为他觉得他还是哪吒，他还要去修行。 OK， 所以这个是众生相。 And finally， 受者相是什么呢？他要去空啊，他要去空啊，因为我不要苦，我要空。现在你发觉没有？原来是不是我们世间成日讲的东西通通是世间法来的？所以那个佛讲这个世间法，你都是着紧四相的。所以当你捉住这个世间法，你想着你修行的，其实 sorry， 这个是方便的，你不是真正修的佛法。
你知道你是修緊怎樣去搞這個 game 的。 That's all. There is no awakening. And 你叻啲搞的時候，行少啲冤枉路，但是你仲係喺入邊度兜兜轉轉嘅，最威咧係俾你去到做天人嘅。So 如果佢取非法相，佢都係有四相。正話係取法相，佢有四相，但係佢取呢個非法相，佢有四相喎，仲緊要添。因為點解佢為咗？我要探世界，我要威水啊！我你知冇？我要通通松貓，自我好大啊！所以佢去做壞事。OK， 佢嘅人相，我要高人一等，我要有錢，我要有多多馬仔，所以都係人相。眾生相梗係咯，因為佢覺得佢唔夠好，佢要俾人睇到佢嘅威水，因為所以佢去做壞嗰啲非法嘅事。And finally， 受者相，佢一定係每一樣嘢仲計得你仲犀利添。啊！佢做呢個嘢得到乜嘢？做呢個嘢得到乜嘢？所以非法哦，佢又亦都係揸住嗰四個相。所以佢講啊，若取非法相係咪？亦都喺捉住嗰個四相。所以法相同非法相，你都係捉住緊嗰個四相。OK， and 捉住呢個四相之後啊，睇到乜嘢，你都係攞個相喺度做人。OK， so。Next， 是故，所以咧，佢同衰菩提讲，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所以佛同我哋讲啊，唔好取法，唔好取非法，就系因为咁样样，好似佢话斋，法相你都系有四相，非法相你都系有四相，所以呢个法相同非法相，你唔好去取佢啦，唔好去捉住佢。依是而故，如来常说，如来成日讲啊，你等比丘知我说法，你哋比丘系咪知道我说法嘅方法嘅？如法如者，法倘应舍，何况非法？你知道我系点样说法嘅？如法如者系咩意思？如法如者系一个典故嚟嘅，系一个佛讲过嘅经嘅，佢喺《中阿含经》《中阿含经》。啊！呢個係小城咯，佢講緊係咪有一條大河嘅啫？一條大河，好多人應該有聽過啦。又闊又深，水又好快。OK， 所以而家係咪個河行到好緊張嘅啫？又冇橋，又冇船過，所以你唯有入去過去對面，對面嘅岸你點樣好？所以你自己係咪執咗嗰啲竹啊、草啊，綁成一個 raft？你綁起你啊！啊，所以咁樣撐過去對面。So 嗰個河係咪又深又水又快係咪？其實嗰個就係我哋嘅娑婆世界，心沙啦。So 你用呢個法係咪？你其實綁係咪？呢個就係你嘅膽啊，俾你撐過去對面到彼岸。嗰個佛係講緊咁啊。OK， so 去到岸邊到咗之後係咪？跟住佢講：哇！呢個法真係好噶咯，呢個 raft 真係好噶咯，不如帶字咯，你去帶字冇？所以我佛問嗰啲比丘咯，你去帶字冇？上岸仲咩字冇？佢係好好咯，佢俾你過我咯，所以你好感恩咯，你好中意佢咯，你講你唔可以冇咗佢，捉住你行啦，死啦！你點樣行？所以你係咪去掉低？掉翻嗰個法喺嗰個河入邊啦，你上咗岸啊嘛，所以佢講我嗰個法係咪就係我哋嘅大媽嚟啫嘛？當我哋喺嗰個 Sea of Samsara， 我哋行緊呢個娑婆世界嘅時候咧，我哋用緊我哋嘅嗰個法係咪？呢個大媽係咪？你醒嘅啫嘛？所以當你一醒咗之後，原來啊，你嘅嗰個 raft， 你嗰個法係咪？你要掉咗去嘅啦，啫嘛？所以佢講啊，如法如者啊，所以佢同比丘講啊，你要知道我講經係點嘅意思喎。即係講 whatever 你個學咗個大媽之後係咪，你要掉咗佢嘅啫。法倘應捨，何況非法？所以佢講呢個係咪唔係唔好，係都係好嘅，係俾你學識咗、醒咗之後，因為呢個係方便法啊。我哋嘅法相呢啲係方便法，你要知道因果，你要知道因缘和合、投胎轮回、前世今生、无我无常，仲有好多噶啦。OK， 你要知道呢一扎世间法系咪？
跟住由嗰度開始你醒，醒咗之後係咪呢一個法你要掉咗佢嗰啲喎？你要放低呢扎嘢，何況係咪非法？好多人講嚇，掉低嗰個法啦，剩翻咩啊？剩翻非法，係咪嘅？咁樣嘅跌咗落空啊！我梗係明白，先好啦，明白而家。你知道咁樣，你掉咗呢個係咪？佛個佛講何況非法啦？唔係叫你掉咗呢扎好嘢係咪？又做壞嘢啦係咪啊？咁好多人入咗空就好容易咁啊嘛。所以其實佢同你講下，你快啲答你落。何況非法？非法你更加唔應該拎住咯。呢、這個係咪講真啊？如果你明白咗係咪？你醒咗，點解去掉 ？OK， 所以真係咪？你連法相亦都要掉，非法相更加要掉。四呢、這個四相亦都唔應該有。所以我哋剩翻咩咧？嚇、啊！法相又唔可以有，非法相更加唔可以有。嚇、啊！那個四相又唔應該喺嗰度，死火咯！所以我哋咪好 lost。啥都不是，啥都不是啊！对呀、啊。OK， 跟住咧，就到呢度，大家明白哦。嚇、啊，明白哦、啊。總言之，咩都掉曬佢先啦嚇。但係呢一個世間法係咪係好好嘅？係俾我哋醒嘅啫，係俾我哋知道發生咩事。唔代表係咪我哋要捉住，亦都唔代表呢個嘢就係 ending， that's the end。我哋最尾係有識曬呢啲嘢就好叻啦，就揸住呢個。冇 ，this one also down。OK， 就好似因果咁樣啦，嗬，因果論。如果我哋冇咗捉住嗰個因果論，係咪？你會諗住哇掉咗啊，唔可以知道因果啊？哇，咁我咪去做壞事咯。因果係最 basic 噶嘛，係咪？做好。有好報，做壞有壞報。佢呢個你都係掉埋佢喎，個佛講。所以咁我點啊？咩都做啊？啊，佛都知道你會咁樣講噶啦，所以咪費佢你講咯，何況非法咯。所以佢講唔係咁樣嘅，你掉曬啲嘢去，因為點解咧？而家有答案俾你嘅 ，OK？ 所以咧，我入到去第七品啦，《金剛經》第七品，無得無說分，須菩提，於意雲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有所说法也。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我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OK， thank you。 所以佛講的法就是非法非非法。 OK， 所以這個非法非非法是什麼來的？須菩提，於意雲何？譬如怎樣？我想問你先，是吧？如来得阿耨，呢、这个叫读住个耨字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说法耶，即系去问须菩提咯。如来即系讲我啦吓，我个佛讲啦吓，我咧又唔有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咧？我有冇咧 ？So what is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呢个咧就系、是、无上正等正觉 ，that means 一个佛啦。佛先有噶啦，呢、这個阿耨多羅三藐，誒《心經》都有嘛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係咪啊？呢、这個就係 become 佛啦 ，become 如來啦嚇。而呢個佛係咪佢係覺行圓滿啊？覺佢已經醒咗，同埋佢嘅群德係圓滿嘅，所以佢可以自覺覺他。That means 佢可以自己醒，亦都可以令到佢身邊嘅人醒。所以啊，你一定要快啲去修福嘅喎。遇到一個佛，你就入嚟嘅。你可以在佛隔離，你又好犀利啦！佢叮下你就醒咗，因為佢可以自覺覺他嘅。但係我遇到一個佛，緊要咯，你覺得？你淨係聽到《金剛經》都咁艱難，你諗下。如果你遇到一個佛，係咪你好犀利啦？因為佢可以嚇，如果都唔知咧，冇理由嘅，佛梗離出嚟嘅，梗講呢啲。
因為如果一個佛嚟係咪，佢一定會通天嘅。哦，好唔同啊！大乘同小乘嚇、啊，大乘係佛係咪？佢哋安排咗你。小乘係講一個人修行嘅做佛嘅，呢、這個係佢哋講大乘嚟講啦。呢、這個係佢哋做俾人睇嘅。其實佢哋講釋迦牟尼佛嚟咗呢度八千八個 8,000 times 大乘啦，所以佢哋成日理説做戲俾我哋睇嘅。所以每一你成個 life， 成個 Buddha 嘅 life 係咪係 script 嚟嘅，係編劇嘅。所以佢每一個故仔人係教緊你一個嘢。啊！編劇係編出嚟嘅，你通通，所以佢哋呢啲其實大乘啦你睇《法華經》啊，阿難達、薩利菩薩、蒙格蘭啊、烏迦蓮啊，同埋嗰個啊舍利佛嘅，通通係大菩薩，佢哋咁樣假嘅假扮，嚟呢度做嗰個戲面聯繫，哦，跟住哦佛哇，你個佛掉咗咯，其實通通係大菩薩。阿難達記憶咁犀利，記得曬通通嘢，佢唔係大菩薩係乜嘢咧？你話？Okay， 所以他們這個是一個戲，在大乘他們會這樣說，但小乘他們沒有這樣說、okay， so， 所以他說我有沒有證到這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那我也都有沒有講法呢，問衰菩提、okay？ 衰菩提就答了，衰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言，如我知道佛所說的意思，其實是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定法名，無一個法係咪？無一個一定啊 ，specific 啊，一個定嘅法係咪？係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Because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都係一個相嚟嘅，又係俾你一個名啫嘛。你明我講冇？你可以唔係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噶，你可以叫博士噶，你可以叫教授噶，咪又係一個名啫。OK， 所以佢講冇一個定名啊，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这個嘅Pali words 叫做 Anuttara Samya Sambodhi。OK， 亦無有定法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OK， 如來可說，沒有定法可說。啊，呢、这個係咪好多嘢講嘅喎？點解佢講佢無有定法可說咧？其實？因為真真嘅佢講個法啦，即係話我講呢扎法相係咪？呢個唔係佛法嚟嘅，你知冇？呢個係法相，係世間法嚟嘅啫。OK， 真真嘅佛法係講唔到嘅，你知唔？唔係定法嚟嘅。OK， 即係講我哋講多説三句啦嚇。如果我哋咁樣講啦，佛講我冇定法可説，入邊包括三個嘢係咪？我就已經唔可以一定咗。第一，嗰、那個法意思，嗰、那個答法意思唔可以一定。那個人啊，你講俾佢聽嗰個人啊，同埋你嘅説啊，嗰、那個法講俾呢個人聽，同埋點樣講法係咪？三隻啊，都已經唔定喎，唔可以定。OK， for example， 我哋攞啲 example 容易明白啲。法、dharma、phenomena 現象係因緣和合而起噶嘛，係因緣和合而起啊 ，and 因緣和合而滅噶嘛。OK。For example， 一個男仔遇到一個女仔，包結婚噶啦，未必噶嘛，係咪？行唔行得出都未知，你仲有好多第二啲姻緣噶嘛，所以冇嘢係 fix 啊，唔係一加一等於二嘅啫，因為好多嘢落去靠姻緣和合，好似每一個世界大戰啊，我哋讀過歷史你知噶，有超過最少十個事件以上係咪，都係啱啱遇著剛剛。先至可以爆發出嚟，有十個啱啱遇著剛剛，十個又啱啱遇著剛剛咁啊！哇，成個世界大戰先至可以爆發出嚟。所以當一件事要爆發出嚟，係咪係好多個 condition 係咪發生緊嘅？所以你嗰個法係咪你唔可以講係一定咁樣就係咁樣，因為佢冇獨立性質嘅，唔係一加一等於二嘅，所以冇定法。OK， 就好似我哋身邊發生意外。都是因為不是一件事的，那麼啱那個時候你出門，那麼啱那個時候那個人又出緊門，那麼我那麼啱要在那裡見到，那麼就撞，跟住你的姻緣，你的時間和空間要夾到啱，包括鬧交，包括發生一件可能離婚，或是破產，可能發達，可
可能成功了一件事，通通这个是不是没有一个定法，所以你不可以说一个法是一定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 it depends 先。所以就好像什么你知道吗，法则一直会变的，就好像我们去年我们讲那个中道，选那个中间那条路，你多一个元素出来，多一个 fact 出来，是不是那个中间的界又过了你了，做一個中間，這個中間介入走了，是衰的，因為它沒有定法。OK？ 也都不到我們話事的，人事。OK？ 就好像啊 ，Carol， 做人是不是應該好心的？我們好心啊，要安慰人，啱冇？哦，啱啊，唔係咩？做人愛好心啊，要安慰人哋，唔開心就安慰人哋嘛。咁我而家我講一個故仔俾你聽，究竟我做得啱唔啱咯？我好多年前我一個朋友。啱啱識㗎啦，呢個有嚟同我講 ，Carol， 我覺得係咪我有問題？我想睇心理醫生。我覺得我有問題。咁我聽到我點樣好心啊，要勸人哋嘛，即係講要安慰人哋嘛。我講哎呀，做咩你咁樣講啊？你係咪嚴重咗啊？唔要嘛，你成日笑，你人又幾好，點解你咁樣講 ？OK， 我安慰佢嘛，因為。我想住定法嘛，見到人就要安慰嘛，要好心嘛，啱冇？兩年後，我真係發覺你應該去睇心理醫生，因為嗰陣時我唔熟佢喎。熟咗佢兩年之後，我先發覺，我、啊、呢、這個女仔真係應該去睇心理醫生，佢嘅心理真係有問題。所以你話嗰陣時我做得啱咪錯？我係咪好心做壞事？我是不是拖耐了人家兩年修行，人家本來愛去醫治自己去醒的，我跟他說沒相干，不用啊，因為我想著我懶好心啊，想著這樣安慰他，其實他真的需要問題，所以沒有定法的，很多東西 it depends on， 有時候你做了多餘的事情，反而有時候很可能是拖耐了人家的修行。 OK， so變咗嚇，呢個法 itself 係咪係唔一定啦？人咧，人都係喎。你講法嘅時候，你睇咩人講咩話嘅，你冇得定嘅，你知唔知？好似我睇到一個人，我同佢講：做人係咪？你好緊張，你要慢啲 ，OK？ 你要 enjoy， 你要 relax，OK？、Okay? 你唔可以成日去急急急，去進步，去快快快。其實呢啲係講俾冇安全感嘅人聽嘅。但是旁邊企住一個係自卑嘅聽眾，佢就猛點頭啦，啱，因為係咪佢就係咁啊嘛，所以你話係咪唔可以講一樣嘅嘢？你對一個冇安全感嘅人啊，佢好急性嘅人係咪？你就叫佢 relax。但係係咪一個好自卑嘅人係咪？咦，好 relax 咗嘅你知冇？佢已經係好慢嘅，你仲叫佢慢落嚟係咪？佢唔知幾啱聽。所以你對人係咪都唔係一定嘅啦，知嘛？嚇，好似你對一個好自卑嘅人，你講啲自卑嗰啲啊，好多嘢擠起身係唔講啊，講出嚟做人唔可以咁咯，塞喺入邊要講，慢慢分析俾人聽，等人知道你感覺啲乜嘢。哦，另外一個冇安全感嘅聽咗啱曬喎，因為你講唔明，冇安全感嘅日日講話噶嘛，講好多嘅，跟住又咪人哋冇氣講，佢都喺度講，你知道嗰啲自卑嗰啲咧就唔講嘢嘅，所以當你勸一個人嘅時候咧，幫人講法嘅時候，咪你要睇嗰個人喎，你唔可以定，你一定記得冇有三種人噶，一種係信心型，一種係智慧型，一種係精進型，三種人。There's these three types of people， 一個 wisdom 智慧型嘅，一個就係 effort 精進嘅，仲有一個係 faith 嘅信心型，三種。哇！你幫呢三種人講嘅嘢要唔同嘅，你知唔知啊？所以你又唔可以定，你知唔知啊？好似一啲人好中意分析嘢㗎，係咪？你唔好幫佢講西方極樂世界哦，佢接受唔到啊，佢會覺得你迷信。因為他很喜歡想東西，他很怕懷疑，所以他不行，你幫他講善終好了，你幫他講空性好了、okay? 但是你幫一個人經常拜神拜神，你不要幫他講空性，你不要幫他講分析的東西，他會睡覺的，他會覺得不知道你講什麼，這麼複雜，他說
你知道嗎？所以不同的人又不同，好像精進的人是不是、啊、你幫他說多一些 suffering 不對了，你幫他說去拜神啊，跟著保佑你啊，做神仙啊，他又不行的，你知道嗎？所以不同的性格是不是，你又要說不同的法，所以個人是不是好像 matter， 個法又 matter， 人又 matter。不要說人不同種類，時間都是人，以前的人是不是你不用多說的，你說一擺跟著慢慢說他聽完了，現在的人是不是你要說很多擺，你要說很快，你不可以慢下來，你還要重複重複重複，跟著是不是我給多多例子例子例子，他才聽到少少。現在的人就是這樣，因為太多資訊了，知道嗎？所以那個法又不定，你要看時間，你要看空間，所以那個佛說無有定法的，知道嗎？ OK， and finally 還有一個就是說說又是很慘的，我幫你說說真的，佛法是不是那個佛不是說法上世間法，知道嗎？那個佛說的是出世間法， and 出世間法是不是是不二法的，不二法門怎樣說？你說 你一說一你就有二，你說左你就有右，即是好像 OK， 我說、世間法五戒、十善、做人要好、你才有好報、這些很容易說，但是現在我幫你說不二法門是不是？我要跟你說什麼？無五戒、無惡、無善、無好、無壞、無因、無果，我這樣幫你講，你知道嗎？因為你沒有一個嘢可以講得到，因為它是不二嘛，在中間，又不是叫中間，因為中間是要邊邊的，變了，所以你每一個字你一講出來，那個人聽的，他會拿那個字捉住那個相，是不是？他會跌落不同的位置，他未必是想，你想著他是那個位置，其實他不是那個位置，因為你在說不是不是不是，你一直攻擊他，一直說 not like that not like this、okay? 我們不是愛做好人，但是我們又不是做壞人，我們要做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知道什麼人呢？中人來有偏人的。你知道嗎？ You cannot get the middle right because there is no word for middle， 中間。所以你說的不二法門其實是 no words， 所以你要自己走，你走了你才知道有時真的不是做人，也都不是一個壞，但是又不是說代表是不是不是好人不是壞人就一定是不是好人就不是壞人，你就去看 situation。 所以你看看佛經是不是，佛說那麼多經的時候，其實大部分的經都是禪宗的，而一禪宗的經是不是禪宗的那個 ultimate 是不是是沒有話說的，而一他的經是最多最多的經就是禪宗的經，為什麼？因為說不到那個沒有話說啊，你要說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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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後來你才知道我原來是沒話說的所以你看看最多經文就是禪宗，不知道多少千本都是禪宗的， because trying to explain to 我們出世間，即是好像一個盲了的人，是不是他一出世就盲了，你現在解釋給你聽什麼叫橙色，你解釋吧，啊，唔係黑嘅，你知唔知？啊，仲有咧，佢仲有啲色嗰啲咁黏黏得，你知唔知？唔係黑色嗰啲哦，冇聲嘅。啊，你仲喺講咩？我都唔知道你講咩好啊，幫我做。我都唔知你睇到乜嘢。所以 it's so difficult to explain， 所以係不定法嘅咯。哦，其實佢係咁樣樣，呢度係世間法，呢度係出世間法，所以呢度就叫做不二法門。我哋成日講嘅嘢係咪係？你而家喺依度，我係喺依度。而家我同你講喺依度係咪？我好艱難拉你翻嚟嘅喎。樣，所以因為佢係一個中間係咪？呢啲係冇嘢可以 describe 嘅。佢呢個中間仲可以衰㗎。即係好似 for example 啊，最 practical 啦。你點樣 I love 你嘅 children？ 哇，俾曬佢啊！唔俾佢啊！俾曬佢又種埋佢喎。我train佢獨立啲，唔愛俾人，又唔啱喎，又俾啲又唔俾啲喎，
點樣為之俾啲唔俾啲啦？喺中間喎，你係咪要自己行條路？你先睇到，一啖砂糖，一啖屎，睇幾時俾下，幾時又拎翻下，你係咁樣去執啦。第一呢個嘢我講唔到嘅喎，係要自己行。你明我講咩冇？所以佢講佢不定法嘅咯，冇嘢係咪？如來可以講俾你聽係咪？係咁樣就咁樣。It depends on so many other factors。所以佢講無有定法可説。OK， 何以故？如來所説法皆不可取，不可説，非法非非法。所以咧，呢個咧就係佛所講嘅法。佛所講嘅法係咪真真嘅佛法就係呢個啦 ？OK， 如來所説嘅法係咪唔可以取嘅？你唔可以拎到嘅。OK， 你唔可以揸住嘅，你唔可以 possess 佢嘅，你唔可以擁有嘅。OK， 你唔可以當寶嘅，唔可以取，亦都唔可以説。因為呢個係出世間法，世間嘅嘢形容唔到出世間嘅嘢 ，OK， 所以你唔可以説，又唔係呢個法，呢個法啊，法相嘅法，我哋世間嘅法則，又唔係非非法，又唔係呢個法，所以係咩咧？非法非非法 ，OK， 所以啊，佢講啊，如果如來講唔係法係咪？我哋一定會講咁，仲有咩？如果係非法，所以講又係非非法，唔係非法。OK， 但係佛所講嘅嘢咧，其實就係非法非非法，唔係依個法，亦都唔係依個法。呢、這個就係要嚟講啦。Which actually 冇咯，我哋未聽過嘅咯。嗰、那個先係佛法，你知冇？因為點解？因為佛如果幫你講法。法則係咪？其實呢個法則嘅嘢，你唔需要個佛嚟講嘅，你所以你需要一位佛嚟講一啲我哋未聽過嘅嘢。嗰個就係非法非非法，嗰、那個就係真真嘅佛。OK， 所以非法非非法啊，短嘅嚟講啊，就係無為法，無為法，無為法。English 啊，我哋揾嚟揾去係咪？我睇下係咪最貼切嘅咧，就叫做 non-doing。所以你睇下我哋點樣佢可以明白咧？因為係咪我哋日日都喺度 doing？ 幾忙我今日哦，一日一起身就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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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ng， 到瞓覺又喺度發夢發夢發夢，起身又 doing doing doing。所以而家佛同你講嘅嘢係 non-doing， 係咪好陌生咧？唔使做啊！真係唔使做噶，我幫你講，接受唔到啊！哇，唔使做真係咪咁容易啊？你要冇曬呢四個相，你先唔使做喎。你有呢個相，你都唔得喎，因為你會驚喎，你會急嘅喎，你會驚嘅啫。如果你唔顧啲明白係咪？唔知道究竟發生咩事？你未睇曬成個局係咪？你唔敢嘅，你一定做嘢嘅。然後你一定做嘢，因為你太驚咗，因為你唔明白嗰個相係咩。但係真真係咪係無為法 ？At the end of the day 係咪你係冇嘢做，所以你係不動，嗰、那個就真係無為法啦。OK， OK， 所以我睇佢最尾佢講咩啊？佢會難明白，冇到而家你明我講咩冇？知知地咯，嗬，知知地 OK。我講緊無為法，嚟嚟啊！講咗咁多咪，原來係唔係做嘢？我講咗好多係我講冇嘢，講咗咁多，原來係講冇嘢，你知唔知 ？Which actually 真係佢係冇嘢嘅 ，but it is that 你要 eradicate 呢四個相，你先可以冇嘢。但係呢個四個相係咪入咗我哋幾緊要？你知冇？點樣會抽翻出嚟？所以我哋而家睇，所以者可点解咧？因为佢讲啊，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圣人同埋贤人系咪？佢哋嘅分别啊，就喺嗰个无为法嗰度。如果你无为法犀利系咪？你就系圣。如果你无为法争咁少系咪？你仲系贤。因为系咪呢扎嘢啊，都系有为法，有做嘅。有作有為嘅，我淨係講純世間法則係咪都係有為法嘅 ？OK， 所以變咗世間嘅嘢係咪其實唔係佛所講嘅嘢啊？
remember 呢個法則啊，唔係佛講嘅嘢嚟，呢個係 rules 啫 ，rules of the samsara 嘅佛 don't bother 啊，呢個係你哋玩呢場遊戲嘅 game 嘅法則。而家個佛我教你點樣係咪 rise above 啊？呢個法則 ，so that you are not affected。OK， 其實我都有聽到有啲人講 ，which 我都 observe 啦。冇第二個教，除咗佛教啊，係講出世界。除咗佛教，除咗佛，冇 none。你講那邊摩哈默啊，你講 Jesus 啊，你講道教啊，你講咩教咩教都好，通通都係有違法入邊嘅。冇一個宗教係咪係講 out of 神沙拉嘅？除咗 Buddhism， 除咗佛啊，係會識佛。佛的真法啊 ，Buddhism 而家都好艱難 define 嘅啫，冇咩呢扎，你講呢扎都唔係嚟噶啦，你講呢扎都唔係佛教嚟噶啦，佛教啦，不過呢啲係有違法咯。真真係咪個無違法啊？出世間嘅只有佛講嘅啫 ，and 佛同我哋講啊，我嚟呢度嘅 reason 係咪就係我講俾你聽出世間嘅嘢？如果佢嚟呢處淨係講世間法係咪，都唔使佢嚟啦。大把人講緊喎，係咪？只有佛講嘅正信啊，就係講緊出世界。OK， so 好似 like for example 孔子啊、廖凡佢哋啊，佢哋所賣啲嘢違法嚟嘅。你知唔？仲有嗰啲神啊、耶穌啊、那邊摩阿媽啊，通通呢啲嘅，叫你做好人，做天上翻天，你知唔？啊，跟住做仙，做天。你一講菩薩出世間超越生死，就係羅漢個帕吉卡布拉、圓覺、大菩薩同埋佛。但係羅漢同埋圓覺啊，帕吉卡布拉 and 阿拉克係咪？佢哋係超越生死，但係佢哋仲係 subject to 有違法啦，因為佢哋會入空門。OK， 大菩薩同埋佛係咪？佢哋真係係咪出世間啊？冇去邊度嘅 ？Damn damn！佢完全冇曬四相。如果你一冇曬四相，係咪零曬啦？佢唔使多講，佛咗噶啦。佛啊，唔係出世間，唔係淨係出世間做菩薩，因為你係佛，你知喎。如果你冇曬呢個四個相，最艱難就阿拉克有噶，仲有阿拉克係冇咗嗰個貪嗔痴，佢冇咗人我空，佢仲有法我空，佢仲有嗰個我。你知唔知？所以呢個係。佛咗啦，四相係佛，所以金剛。嗰個瘋人影佢影機啲，用嘅係佛嚟嘅咧。邊個啊？啲神經病影嗰啲啊。我啲點解你會認為佢係佛咧？佢都冇呢四個相。佢哋係唔冇呢四個相，佢哋就係得唔到呢四個相，佢想得嘅嘢係咪？所以縮咗。所以走脱咗啦。走脱咗。佢係 maximum 嘅，maximum 嘅呢個相。不過講起又講我魔同聖係咪就好似天才同白痴咁？呢個係 by the way， 即大家傾下啦。魔鬼啊，同聖人啊 ，the saint and the 魔鬼叫咩啊？馬拉斯啊 ，devil 啊嚇。其實佢哋嘅 action 係咪係一樣？但係佢哋係咪真真係一個天一個？點樣為之 action 一樣嘅咧？佢哋好冷嘅。冷。嗱，好似冇做嘢咁。當你無違法嘅時候咧，冇做嘢嘅喎。魔鬼唔係咩？佢好忙咩？魔鬼我愛你幫你肯幫。佢好忙咩？好忙嗰啲係人。你知唔知魔鬼啊？我似你魔鬼，哇！做咩幫啊？睬你唔得，你自己你自己衰你自己，你咪魔鬼咯。Do you know that 菩薩係一樣人做嘢噶？但係佢哋嘅諗法 different， 但係佢哋嘅 action 一樣 ，exactly like 天才同白痴。OK， 所以講呢個聖言啊，係無違法係點樣咧 ？OK， 我哋而家有一個 table 俾大家研究一下。OK， 第一，我哋講呢個有違法先，法同埋世間法就係有違法。跟住咧，我哋就會講非法壞世間法 against the samsaric law， 依個亦都係一個有違法。
呢啲打家劫舍啊，唔信因果啊，唔信投胎啊，唔信冤亲债主啊呢扎啦。OK， 呢一扎咧就系信嘅，即系讲好乖嘅，好听话嘅。OK， 呢一扎咧就系非法非法 ，not dharma yet not a dharma， right？ 出世间法呢个系 out of samsara， 呢个系 under 无为法。我哋做一个 comparison。Okay， 所以大家容易明白啲哦，如果唔係都知個佛講緊乜嘢啊 ？OK， 第一我哋睇娑婆法則，娑婆法則就係、是、其實講緊咧，我哋喺個娑婆世界入邊咧，就認為真嘅有違法啊！我諗住娑婆世界係真嘅，你知冇？所以我好俾心機去做一個好人嘅，你知冇？好俾心機啊，去小心我嘅因果啊！小心要懺悔啊！咩？我好俾心嘅，因為我覺得娑婆世界係咪就係、是、我個 place？ 壞世間法嘅人咧，就會壞娑婆法則，佢唔會理嘅，佢唔認為有法則嘅，佢都唔知道有添。你知冇？所以佢唔怕嘅咯，佢做啲嘢，佢冇諗到因果嘅咯。但係真真咧，非法非法非非法咧，那個佛會幫你講，成個法則係都係假嘅，係真如實相嘅啫。個佛幫你講個 ultimate truth 啊，係包括咩咧？就係、是、好似舊年我哋講嗰堂課啊，一切嘅嘢係假嘅，係施設啊，施設 is a software， 俾我哋嚟呢處學嘢嘅啫。呢度係一個夢境嚟嘅。And then 啊 ，the ultimate truth 係 everything 你睇到嘅相係咪都係假嘅，係空城嘅。但係咧，我哋仲係喺呢一個夢境入邊。Okay, so this is the ultimate truth that the Buddha said. Okay, so 呢個嘅分別就喺度。第二喺個世間法，我哋相信因緣和合，我哋亦都相信因果報應。哦，係嘛？真係嘛？一個非法嘅人啊，非法者係咪？佢唔會信因果嘅，佢亦都唔相信有因緣和合嘅。所以咧，佢可以偷呃拐騙、打家劫舍，係種 care。呢個好乖噶啦，呢、这個五戒十善啊，做足嘅。唔信因嗰個咧就偷呃拐騙，我咩咩十善啊，最緊要我而家享先。喺嗰個非法非法入邊咧，我哋就知道係咪一切嘅因果報應係咪？你唔使太執著嘅，你咩都唔使做嘅，因為 everything will go back to 不增不減。So everything 是不增不減，冇話快啲啊！我好唔抵啊！我就要去爭翻多少嘢啊！我定係我而家蝕咗咁多咧，我快啲賺啦！唔需要嘅，佢係不增不減 ，because 依個嘢係咪係 balancing 嚟嘅？因為娛樂係咁，亦都超越因果嘅。你記得前年我哋成日講啊，布卡啦個大成日講嗰個罪由心起將心慚，嗰、那個我唔會驚你個 back 卡媽咗嘅，你知冇？因為我相破曬咗，係咪？我仲驚乜嘢 back 卡媽？我個心都滅咗啦。我叫你講冇錢，好窮，我驚窮。我而家快啲做多多蛋啦，因為我有因緣有因果嘛，所以我做多多蛋啦，我咪有錢咯，我好 happy 咯，係咪？所以我諗住係咁嘅樣。但係又咪為超越因果係點樣咧？我唔需要做多多蛋啦嚟做有錢嘅，知冇？因為點解有錢同冇錢對我嚟講，我已經滅咗呢個相啦。有錢未必一定開心，冇錢未必一定係苦嘅喎。所以我 because 我破咗呢個相之後，係咪原來有錢冇錢唔重要咗嚟嘅 ？And because of this， 係咪第日我個 back 阿媽我冇錢啦嚇？冇錢我好慘嘅咩？我都唔知道冇錢好嘅，唔係冇錢啦，唔係有錢。OK， 唔係有錢好慘嘅咩？唔係啊，我都唔覺。你變咗你冇咗 back 阿媽，因為你穿咗嗰個相，已經明啦。所以嗰個罪由心起將心慚，就係叫你破咗個相，係咪？你嘅心因滅咗，你冇 arising of all the concept。其實你真係唔介意 whatever happened to 你，即使冤親債主走嚟揾你攞債，係咪 ？You're still fine 咯。我跌親啦，跌親啦，跌親係原來係咁樣啦。咁樣我呢個叫痛啊，我叫痛啊，That's all。你因為你破咗個相，唔係代表呢個係一個 back 卡嘛，佢唔會有一個 back 卡。你聽翻嗰個 bubble 卡咧嗰個底，我就講好多隻嘅。當你一破咗相之後，你一定超越因果嘅，你唔怕苦嘅，
And then 你的 repentance 是 definitely 是真的 repentance， because 當我不相信有錢就一定開心，我就不會去幫人鬥、幫人打，我就做埋啲非法嘅嘢，係咪？嚟 become 有錢，因為我都不相信有錢是咁威咁好，我都不信咗，所以我一定不會做傷害人哋嘅嘢。所以你應該係真懺悔，所以呢個非法非非法，你是超越因果嘅，亦都你好知道係咪？一切是 不真不假，所以你亦都係唔使做嘢喎。你偷了我的東西，你就偷吧，如果我做足功夫你都偷到，是吧？你知道我真的，你不用害怕我，如果他拿多了你，是不是一定給你回來？你知道嗎？所以是不增不減，所以為什麼非法非非法，你是自在的，你不但只沒了苦，是吧？你還是自在清淨的，因為你已經 rise above all the 相，是吧？你沒有那個四相，你是很舒服的，你所以可以很自在。 OK Next， 生生滅滅，世間法我們有很多生生滅滅的，有前世今生、冤親債主、陰陽法則，我陰間、啊、那些、啊、冤親債主、啊、我們要怎樣對他們、啊、我要懺悔、啊、如果不是、啊、他們要找我們報仇、啊、我們可以插手、啊、這一堆這樣的法則，是不是這個通通都是世間法？但是非法壞世間法的人，是不是不會跟他相信前世今生、okay？ 所以他們可以、啊、殺、啊、對人家不住、啊、都沒有相干的，但是有違法 的人呢，就一定做很多懺悔、啊、念經、啊、你還有改過、啊 okay？ 求菩薩、啊、求護法、啊、這裡這一堆就是我們的有違法，這兩隻都是有違法， because there are a lot to do， there are a lot to do、okay？無違法，是不是又沒什麼使做事，因為不生不滅。跟住何尚，你什麼都不用做，你做回你日日應該要做的事，你越害怕的事你越要行近，你越克服不到的事你就要去做，你最害怕 public speaking 去做 public speaking、okay？你最怕遇到一些人很惡的，你就走近去幫他做事，是這麼多的，你日日的日子都是這樣過，你不需要特意去誘惑的、啊、特意去佛堂去做一些事，所以你沒有說誘惑去做有作有為那種的、okay？ 因為你不生不滅嘛，為什麼呢？因為我不 arise， 我不生出那個相、啊、關於一些前世今生啊，冤親債主啊，佢哋呢啲係唔好啊，幫我攞債，我唔會生呢樣嘢喎。總言之，呢個人嚟係咪，我就開始入去破相，同呢個人相處，點樣樣去繼續幫佢一齊相處？但係你唔認為呢個係一個苦，一個唔好嘅嘢 ？OK， so 因為點解？因為你個相破咗嘛，就好似仲記得呢個嗎？罪由心起，將心殘。Bad karma arises from the mind. Therefore, we have to contemplate on our views and concepts. 我們的罪、啊、我們的一切、啊、so-called 的 bad karma 是在那個心裡起的，不好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我想著是不是這個是不好的事、啊、所以發生在那個心裡，所以我們要看到那個心是不是做什麼理由不好。 For example， 我跟那個人對方吵架，因為他說話很大聲，我又大聲過去，其實我們兩個在這裡爭緊乜嘢，所以個佛講將心慚，因為你睇落去又睇落你自己嘅心，做咩你咁大聲同佢鬧交？佢咁大聲，佢嘅事嘛，做咩我又要咁大聲？原來我睇到我嘅心係咪？原來我哋爭緊同一樣嘢，就係、是、我愛啱，佢又愛啱。呢、這個罪係咪就係、是、我哋兩個爭咧？爭 definition， 爭啱啊，爭邊個威啲啊？唔少人睇住嗰只。心若滅是罪亦亡，當我的心是不是我要贏這個心，我要讓人家 recognize 我是對的，這個心是不是滅了，當我知道這個東西不再那麼重要了，對是很重要，已經不再那麼重要了，是不是我罪亦亡了？因為為什麼我都不覺得對是很重要，所以幫是不是我不幫他爭人家，你會看到我是不對，是不是不對啊，我哪裡還有嘴，我哪裡還有 bad karma， 因為我都不覺得這個
被人說我不對，是一個 Beckham 媽媽，我就沒有了那個罪，那個罪，那個 Beckham 媽媽就沒有了。生滅罪亡兩句話， because 根本上我的心和這個 Beckham 媽媽兩個都是假的嘛。那個心 arise 說我一定是對是假的，那個 Beckham 媽媽我錯是不是不好的東西又是假的。事測命為真懺悔，從此之後你愛贏比你贏啦，沒什麼相關，我不認為說得對就好，你明白嗎？所以這一個是不是真懺悔，這個就是拿來破很多相，我跟你爭對啊，爭高啊，爭威水啊，我還是爭有錢啊， whatever， 變成是不是我們很容易 accept all the bad karma。So you rise above all the karma because of this， 因為你破了個相。 OK， so 這個是真懺悔。 OK， 正話那種啊，還有一個就是法，就是投胎輪迴 rebirth。 投胎輪迴是不是因為我知道我會投胎輪迴，法則這樣說嘛，所以我會怎樣，我會快點布施啦，持戒啦， make sure 我有做很多福報。Okay， 因為現在交成績單的時候我做天人，不是最少做回人，不要做鬼，不要做畜生，當然這樣想。但是不信的呢，非法的呢，就不會跟他信這些東西投胎的了。Okay， 他照做非法，非法呢，我們就要超越生死， even 包括生和死都是大。因為為什麼？當我們一知道了那個 near death experience，last year 的 class， 這段 experience 已經講得很清楚給你聽。 in fact hologram 我們都講了，但我們根本上是不是是一個全息圖來的，跟著我們離開的，我們走來走去都是那個六七八，是這麼多的。我們一死了六七八，現在科學家都可以差不多近來叫做證實了，我們死了之後那個六七八是黐回在一邊，是不是等著你投胎，你又再投胎。所以當你真的看穿了那些相之後，你真的發覺科學家說的話正信，你會真的我都不 agree， 我會正信。因為為什麼？我真的看到那些相通通都是假的嘛，包括我自己都是假的嘛，我為什麼有騎腦角？不是人家跟我說我是叫騎腦角而已，是吧？如果一天是我媽生我出來就叫 Eugene Hui， 我就是 Eugene Hui 咯，人講的嘛。你知道嗎？好像一個小孩哥，你一直小小個到大，你經常說他很厲害，他慢慢慢慢變厲害的，你經常罵他說他很蠢，他一定會很容易蠢的，除非他有很重要的根。如果不是有一個 normal being， 你經常的 probability 你這樣搞他，是不是他就變了，他就變成你知道嗎？所以變了，是不是很多東西其實是我們自己套上的。OK， 所以這個可以超越生死。 Next， 無惡無常。 OK， 無惡和無常，我們的法則有講給人聽是空的。 OK， 真的的，真的有無惡是無常是空的。 OK， 所以呢很多時候是不是 when 一些人看穿了之後就會想到，要既然一切都是無惡了，一切的是不是都不關我事了，也都說無常了，我在這裡做什麼，不如我出家了。很多人入空出家，非法的人呢就要有我，要有常，我是吳金如，我是要捉住那些東西，所以苦，你知道嗎？所以因為為什麼這個不可以說奸鬼啦，說我們都有了。 OK， 有我有常啊，我想很多人都揸住。 OK， 所以我們有我有常捉住不捨得放的時候啊，慘了，苦了。因為點解法則講咩？係無我無常，冇嘢你可以控制，冇嘢你可以插手嘅，誒冇嘢係定走成，呢個就係法則。You like it or not？ 如果你仲係好堅持係咪要反呢個法則，就係壞世間法係咪？你只會苦嘅。好似嗰、那個你記得 gravity 嗎？爬樓梯上樓梯咯，你要上樓梯，你日日都要上樓梯，你咪好苦咯。你知道了是吧？原來那個法則你不要去違反它，你就很舒服了，所以你就不要捉住那些。 OK， 非法非法呢就不宜法門。 OK，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知道很多東西我們是不可以捉住的，
永你捉住你又是执了边。你完全不捉你落了空又是不啱。所以不宜法门是不是是叫我们回来中间。Still live life, OK? 但是很不同哦，我知道很多东西我不再执着了，我也都知道很多东西会分开的，会离开的，会死的，会走的。因为我知道没有东西是永远是这样的。OK? 所以但是我也都不会因为这样而很颓丧，很激心，要出家，要离开。No, 这个是法则的嘛。这个是一个 dream 入面的game嚟嘅嘛。所以我这个不宜法门是不是我入到你是不是 I still live life, I still 珍惜我身边的人。OK? 但是呢时间在走的时候是不是 ,OK, 我们都够起啦，都珍惜够了，走了。是不是不会永远都在一起啦。还有很多很靓仔的老公等我们的。OK, 男仔还有很多很靓女的老婆等我们的。OK? 所以成日都一样的呢有什么不闷的吗真的没东西是永远的。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珍惜即是一定会玩完的一天我们不分手都死了是不是死一定会死的了大家上大家的没什么问题的了时间到了是不是我们珍惜过就算了所以不宜就是这样他不会离开但是他也不会捉到你实实这个就是非法非法无畏法是something that 不是你做的而已你是经过你的 life 和你的 experience 那个佛讲的东西你是很重要抽身是不是去感觉你不需要去做一样东西你是 realize 当你的 realization 就是醒你醒了之后你就会发觉是不是真的很好玩的你知道吗没苦的是你苦是因为你傻你不明白所以你就中我头去捉住你知道吗所以跟住成日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actually 唔需要咁噶嘛，因為個佛已經同你講唔係咁玩嘢個 game， 我識玩啊，唔知道玩完咗之後我識得走啊，OK，so 不宜法門係咪？嗱，以前我哋講過噶啦，《維摩經》啊，《Vimala Kriti Sutta》，佢講啊，不住無為，我又唔會話無住住喺無為啊，成日都唔愛去。侵入那個世界 No 我不會住在裡面我會修學空不以空為淨 OK 我會 practice 是不是怎樣放開但是這個放開是不是不代表我永遠放開我就不懂得修你知道嗎不是永遠都放開的修學無相無作修學是不是沒有那個 concept 也都沒有了我作愛為、right? 但是不以、啊、無相無作為淨正 means 啊 ，final at the end this is the result。哦，我永遠都係無常，好似去到飲嘅時候，呢、這個係你老公，你冇理由講呢、這個係我眾生，啱冇？所以你要講呢個係我老公，因為我雖然係無常，但係我唔會當佢係正啊，係一個 final 嘅 answer to it，right？ 無作亦都唔會係咪？因為無作，所以我咩都冇做。OK，so 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正。觀諸法虛妄，無勞不入，無主無常，而不虛福德善定智慧。這個呢我們的 Purpose Card 的帶也有說的，所以我們的不宜法門是不是我們中間、啊、我們 still live life 的，但是我們會做一切是不是布施，你記得個布施沒有還債和報恩的，做 continue OK， and then 那些東西是不是我們做出來，我們一定 make sure 我們有善定的，不要很擔心很害怕的，我們不會做，跟住在這個 sleep 我們的 life 裡面，是不是我們看到很多智慧，我們學很多智慧 OK， 所以這個就是不宜法，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你不住在裡面，但是你是無為法，無為法是知道什麼是無為，但是不住在那個無為 OK， 正華那隻、啊、觀白色，觀白色是什麼 ？Aware of eight consciousness。When 你有違法，喺你睇到我哋有眼耳口鼻啊，我哋有六七八啊，呢個都係有違法嚟噶。又有五穩啊，我哋嘅色受想行識啊，嗰、那個都係我哋嘅世間嘅有違法嚟嘅。但係咧，如果一個壞世間嘅人咧，佢唔知道有呢扎嘢噶，佢只會有情緒。
即係外面的人啊，你沒有跟他講這些東西是吧？總言之我不喜歡我就罵你，我啊喜歡呢我捉實，就因為要靠情緒做事。 OK， 所以根本上不知道我們有 consciousness， 不知道我們有一個誤穩的。 OK， 非法非非法呢，哇、哦、這個厲害了，語語啊如如如如就是這樣說咯，咩我媽啊識咁講，你這個叫苦咩？這個叫苦啊？他根本上是都不知道這個東西，因為他沒有 concept、啊、當你沒有 concept 你看什麼東西都這樣 suchness 這樣就是這樣、啊、做啊做咯、啊、布施啊布施咯、啊、還債 啊， 啊對人好啊應該的嘛，不是做什麼如如咯，這就叫 OK。 所以這個如如很厲害的，你不用你不用掌住你的 mind， 你不用掌住你的色啊，六七八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小三你看起來了不要生氣不要生氣，那些還是有違法的沒有違法是啊不要生氣的嗎？為什麼要生氣？你都不知道你需要生氣啊，你沒有這樣嗎？無無就是這樣，你觀八色和五穩，你還要注意自己啊，不要看著你抽身抽身、啊啊、小心小心記得記得沒沒沒沒沒那些味道咯，你還在這裡就是有違法咯、啊、到你醒了是不是你上一破了啊，所以你會自在，你知道什麼叫自在嗎？自在不用小心的，沒有一個東西小心的，看著自己的不用的。 OK， 還有一個呢就是世間法一切為心。 OK， 緣起成空、啊、這個一切為心啊，純也單空性，是不是都是有為法來的？因為 because 我們的娑婆世界是空性造成，都是入面這個尊嚴。 even 一個佛是不是它不是空的，它不是在一個空性入面的，佛是好像正話我哋講好艱難解釋。阿 TM 最中意講嘅 ，everywhere but nowhere， 你點樣解釋係咪 ？everywhere but nowhere 就係咁咯。佛喺嘅地方係咪？就係 everywhere but nowhere， but it's not 空性。He 係空性 for the dream world。OK， but 佛喺個地方係咪？唔係空性嘅地方嚟嘅，空性係喺我哋娑婆世界，喺有 exist 嘅地方，你係有空性嘅啫。But, 你講個佛係咪？亦都係一個空性入邊嘅嗰個 everywhere but nowhere is not right。佛喺嘅嗰個地方 everywhere is nowhere 係咪？就係如來係咪？你根本上你都唔知點樣解釋。佢唔係空性，又唔係有。喺出邊喎？總言之係 everywhere but nowhere， 係咁咯。OK， 所以呢個一切有為一切為心同埋緣起性空係咪都係娑婆世界入邊嘅嗰個 framework？The structure of 呢個 platform 仲係呢個 dream，OK？、Okay? 壞世間嘅咧係咪？佢哋唔知道有一切為心嘅，佢哋乜嘢都係靠情感陷阱，中意嘅死追死追死追 ，OK？ 因為佢哋唔知道嗰個心搞緊佢嘅啫，佢中意嘛，佢唔知係佢個心整出嚟嘅，佢諗住嗰個男仔好靚仔喎，佢追佢咯。人哋話：，你咁癲嘅咩？因為佢太靚仔咗。他沒想到是他的心整出來的，他靠他的情感是不是去 react、okay? 他看不到是他的心在搞他，就好像我很喜歡一件很漂亮的包包那樣說，其實你再看清楚一點，是真的那個包包那麼好嗎？你再拉高一點，你再抽身一下，其實那個包包真的沒有東西，是你的心而已。所以是不是其實一切是為心，不是那個情感陷阱騙你而已。OK， 所以在那個非法非非法的時候，是不是你是看到一切是如來的，無來無去，非彼非此，你都不知道說什麼Not here, not there。 So 這個是如來咯、huh? Not this, not that, you know, nothing, you cannot say anything。 如來是 OK， 不知道怎麼說，說不到 OK。 So 法OK， 這個最後一個，世間法有違法，我們一定要做好人。 Of course 非世間就是壞人咯， alright， 非法非非法，你不是一個好人，你也都不是一個好人，你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因為你根本上不爛渣，所以你不用乾淨，因為這個就是你的佛性。這個佛性就是這樣的嘛，不高不淨的嘛，心經不生不滅，不高不淨，不增不減。所以你根本上是沒有事要做的喔，你真的很鬼得閒的。如果啦，沒有相啦，我們就是啊，佛講緊的東西是不是就是非法非非法。OK， 有少少心眼啲，心眼啲冇舉手啊，啲熄曬我先。大概大概咯，大概大概咯，因為佢好跟人解釋啊，因為佢唔係依個又唔係依個，其實依個俾我哋又未見過嘅啫，所以人哋係難少少，但係有少少概念啊，因為一直嚟，如果你有跟住 5PET 咧，你捉到嘅。因為我哋嘅大周不時咧，我講呢啲咁樣嘅 concept bits and pieces here and there，OK？ But 其實佛講緊嘅嘢係咪係非法非非法？依啲出貓唔關佢事啦。依啲對佢嚟講係咪 ？You don't need a 佛 to come out， only this part。And this part 啊，只有個佛會講嘅嘢，冇第二啲人講。Only the Buddha can tell you this， 或一個好大嘅菩薩可以講。所以佛最尾最尾講緊係咪？一切言性皆以無為法啊，而有差別喎。你去睇一個性定一個言係咪？你就係睇佢嘅呢一行啊，呢一扎嘢係咪道唔道家？如果佢呢一扎嘢好道家係咪？佢好犀利。如果佢呢一扎嘢唔係好道家係咪？大多數都喺依度噶啦，嗰、那個係言人咯、啊，言人都好好，都好好。Of course， slowly 慢慢呢度就會轉嚟，好。So, okay, 我哋 next 2 weeks 再見啦。回向偈，願意此功德消除諸業障，成就波野智，頓照自心言，施設世弟我，遠離顛倒想，夢幻如泡影，悉皆迷中醒。Birth of transference of merits.May the merits I accrue today help me to eliminate my karmic debts. May the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which reveals the ultimate truth that all phenomena are mind-made. May the merits also ripen conditions that will distance me from those inverted views of samsara, made real by the ego.So as to awaken the deluded mind from this dreamlike world of illusion. Sadhu, sadhu, sadhu.